攻读圣马窦福音。那时耶稣说，你们有祸了，经师和法利塞人，假善人啊，你们在人面前把天国封闭了，自己不进去，别人要进入，你们又不准许，你们有祸了，经师和法利塞人，假善人啊，你们吞没寡妇的房产，假装长久的祈祷作掩饰，你们必受更重的惩罚。你们有祸了，经师和法利塞人，假善人啊，你们走遍天涯海角，为使一个人入教，他一入教，你们却使他变成比你们加倍坏的地狱之子。你们有祸了，黑暗的响道，你们说，谁指着圣所发誓，那不算什么，但谁指着圣殿内的金子发誓，就必须遵守誓言。盲眼的糊涂人啊，哪一样更大呢？是金子，或是那使金子成圣的圣所？你们又说，谁指着祭坛发誓，那不算什么，但谁指着祭坛上的供品发誓，就必须遵守誓言。盲眼的人啊，哪一样更大呢？是供品，或是那使供品成圣的祭坛？凡指着祭坛发誓的，就是以祭坛和祭坛上的一切来发誓。凡指着圣所发誓的，是以圣所和住在其中的天主发誓。凡指着天发誓的，就是指着天主的宝座和坐在上面的天主发誓。上主的话。